是第二和他们的精彩演出，来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好，大家好，我是皮阳。啊，大家好，我是安迪。我们是好朋友，熟悉分析员。你好，这个麦克风也给一个信号，谢谢。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这些设置，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台上我们使用了很多效果器，还有半模块的合成器，然后以及一些辅机的设备，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怎么回事？对，先跟介绍啊，什么介绍啊？今天有下面有两台合成器。我们准备的，半模块吧，对，半模块，半模块，等一下吧，我今天是 ARP 的，这个等一下半模，然后的功能性够，然后刚才中间插了一个 solo， 对吧？这个之前反正说的都好，所以我习惯了，然后这个放 solo， 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是做一个乐队嘛，所以他就是北京的是一个 bass， 然后他有一个高音啊，有个需要的在俄罗斯那边嘛，用的有高音有一个高，然后我是有一个他是一个 bass， 所以我加了一个distortion， 然后一个音响，然后这边有个鼓机，有 T 幺八 S 是今天的一个表演的核心，所有的这些速度。第一步是从这里开始的，然后我用那个 Pro SQ 64，今天有学生就从现在从这里来，还有这个调音台是 MX1。对，就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通过，因为 PR 是他本来是一个键盘手，对。所以他其实在他的演出当中所有的那个旋律很多也是通过使用一个带键盘的合成器，然后来为大家进行一些现场一些音序的弹奏以及音色的这种变化，然后并且使用了比较方便的这个半模块合成器，因为大家看到了那个我们在台上这一大箱子一大箱子，它连着很多线，它模块合成器，这个是就是模块合成器，它是通过这些线的 patch 然后来出现这样的效果。那半模合成器呢，它其实本身就是已经提供了很多基础的连接，所以它在演出的时候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便利性，其实在玩这个音乐的时候它也能更多的能做出比较成熟的音乐的旋律啊，或者一些节奏，它在这里面还用了半模合成器做一些贝斯效果，然后利用一些其他的效果器然后连通，然后做了一些比如说混响啊，还有一些失真的效果。对，这是两位音乐人的演出，另外还有安迪非常精彩的吉他介绍。对，这是两位人的对介绍。对，我们今天主要用的都是来自那个 iTemotia 这个公司的一些新的产品，然后我们在这里有展位，因为我是这个公司的，所以我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设备，包括这个 WoodSynth 还有我们的几块这个吉他和合成器的用的效果器，一会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展位上感受一下。谢谢大家。